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1306集的节目。今天还大家做这个 SX 的 Thunder Warrior 闪电勇士，这个其实我已经拿到好一阵子了啊。那各位看到现在是一个载具的一个形态啊，我直接打算跟各位说，这一集的话呢，我不会在节目里头跟各位展示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因为真的是需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做零件上的调整，而且呢我一直没有办法找出一个比较理想而且优化的一个变形展示过程，所以呢我直接的就在变形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有请各位呢，你可能另外再去找其他的一个变形的解说了啊。那我的话呢会把大家呢关心的几个问题做一个重点式的一个回答。首先的话呢，它的一个材料的部分虽然说呢没有办法给各位做一个变形的展示，但事实上呢它的一个材料来讲是真的经得起折腾的。它的一个身上的部件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像这一代啊，它是一块部件一块部件一块部件，那有的部件呢是用这种双动关节去做一个翻折，有的呢是像这个这块部件，它像什么呢，它像那种密道门那种，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翻转的那种密道通过的那种隐藏机关的那种门的一个翻法。那上面你看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它要一个双动关节，在这么密集的地方它就不停的出现。那整个飞机的形态下的话呢，包覆的算是非常的完整，零件的话呢可以承受多次的变形，这个是让我有点小意外的啊，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结实。然后后方的话你可以看到非常拆的非常多，整个一个为了还原的话呢，在机器人跟载具之间的一个转换，他把一个零件数呢可以说是使用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地步。变形的难度来讲的话呢，应该是没有到之前那个 AAT Alien Attack 那个 C 的，应该没有到 AAT 的那个骑士科波，没有到那么样的一个复杂啦。但是呢你要我把它给优化到说方便解说，可以说是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它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个机翼的部分呢，它是整块部件是这样松动在那边翻折的，说实在话，在镜头前面的话呢，我真的也不知道怎么跟各位做展示了啊。那你可以看到下方轮子一二三，有三个轮子放在桌上的话呢，是可以非常平稳的，而且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推动。往后推的时候呢，可能会往后倒，因为它后方的话是比较重的。这个的话是因为它的一个飞机的一个轮子，基本上呢是后方没有支持嘛，然后后方的话呢。人形状态下金属的那个脚掌啊大概是在这一带，所以它的重心呢会在后面，你往后推它会倒，这是正常的。那么呢它的人形状态下会搭载的这个火炮跟这个手掌的这个变成这个尖刺，把邦姆比刺伤的这个部件，在载具下的话呢，目前我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插的一个部分。那还有一点很奇怪的，就是这一块部件为什么是偏比人家白，这一点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做成这个样子。上方有一些小字还有一些印刷，这个呢就勾线，这个就不用讲了，这个简单的说呢，涂装跟造型的还原度是非常非常强悍的。那到底它这个还原度是怎么个回事啊，我拿一个，其实我刚拿到的时候啊，我想到这会不会是这个官方的放大改模，发现呢后来我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可以说是基本上可以当成是完，应该说它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模具。你看到没有，飞机的这个机翼的一个形状，它到这个地方它是有往上面翘起来的，但是 S 版本是没有的。后方的这个垂直尾翼也是特别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造型，飞机头的比例还有这一块部件啊，这个两个部件在这个官方 SS 的玩具里头是这么一点点的比例，但是它的话做到这么大，这个的话就是在电影里头它往前飞，对不对，这个冲击的感觉是非常强悍的。那么载具的话呢，确实如果你能够把它变成载具的话呢，恭喜你，你真的是在变形金刚的这个把玩的这个这个技术含量上的话呢，你是突破了一个新的境界了。我的话呢已经很多天以前拿到这款 SX 的 Thunder Warrior 闪电勇士，那它的变形过程的话呢远比我想象中来的复杂的多。
当然了，还没有 AAT 的那一款 C 的啊，没有那一款那么恐怖了啊。不过也确实是花费我相当多的时间。那我最后的话呢，我只能把它上半身给变形完成。那腿部的时候呢，我确实是卡关卡了很久。那我先把这个人形的部分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说。首先的话呢，是他这个有朋友给我问到说呢，这个背后的这个翅膀的部分呢到底有没有结合的位点。其实我真的没有发现它可以结合的位点，应该是我目前是没有发现的，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是我个人觉得是没有。那这个其他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小毛病，就是它身上的这个，它为了讲究一个还原度呢，身上的零件的话可以说有很多是为了造型而硬加上去的，那就会有一些零件的话比较细小，那容易去推掉。像这一片部件啊，应该是我记得这里有一块部件，就比较容易去喷掉哪一块，可能今天他心情好就没喷掉了。我记得是好像是这里还是这里有一块零件，我记得我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就会喷。再来就是他这个脚部呢拆得非常的碎，他的零件的话呢很多，一层一层包一层，但是呢像这个部分啊，像这个部分他的一个结合的卡扣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都是太过短了啊。你像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跟这里理论上的话它应该是要扣得上，然后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它能扣得上，但是我们在玩的时候呢，你手去按到这个地方，你给它这个地方一个施力之后啊，它下面就会松开，像这边也是一样啊，非常的卡不稳，所以就导致于容易有一个零件好像容易松的感觉。再来它这个腿呢做到非常的长，虽然腿部的话呢有合金部件，但是因为上半身距离脚底太远，导使得这个合金部件能够提供的稳定度的话就变得比较单薄一点，容易后仰啊，就是这点是比较不妙一点点。那再来的话呢是它的一个武器的部分啊，这个涂装也是很精彩的，这个手炮啊，还有这个一个把邦博比的这个喉咙给刺受伤了，这个东西做得很精致啊。那它的话都是一个拔叉的变形，就把拳头给转下来，然后用这个东西把它硬塞进去。那么平常状态下的话呢就没有其他地方方便做一个收纳，以及的话呢它的一个头部的话呢是有一个发光的一个效果啊，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它就会眼部会发光啊，这个眼睛会发光的话呢确实是质感上有一个提升。再来是它的一个面罩啊，是可以拿下来的，我给各位取下来好了。这个面罩取下来很简单，这样子从侧边掰一下就掉了。那你可以看到旁边有一侧，这一侧的话呢是已经断在里面，那断在里面是直接断在里头，那我用这个笔把它涂黑就算了，就完事了。那我要提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把它弄断呢？因为呢我一开始呢我真的不知道，我并不知道它的面罩是可以拿下来的，我不知道它的面罩可以拿下来，我给各位看一下，一开始我拿到这个样子。那当时的话呢，我是为了把后面的这个螺丝洞松开，我要装电池的时候呢，手这样一拖，就一滑，一拽，一扯过去，你就想象你那个戴口罩啊，结果被人家从侧边拉掉一样，就变成说我的手一滑，不小心把它的面罩给掰掉了。结果呢，就是不正确的一个掰法，导致说它有一侧就断裂了。但是断裂之后呢，各位也可以看到了，只有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小插孔，它还是可以很顺利的把它给扣进去啊，并不会有一个掉落的一个状态，并不会的啊，并不会。那给各位看一下眼部发亮的时候呢，把面具给脱下来的样子，其实是一张颇为忧郁的一个脸孔，对不对？整体来说很帅啊，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型的。那还原度的话就不在话下了啊，网上的话呢有很多跟 3A 啊，或者是跟一些 CGI 的一些对比，以及身上的一个大量机油化的一个涂装，然后身上的因为装饰部件比较多，所以在把玩的时候呢是必须要小心的。齿轮关节的话呢，手臂的平举前后的话呢反而是没有，这里有点小意外啊。二头肌也可以转动的，手肘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手指的话呢是全可动的一个手指，而且呢还蛮坚固的。虽然说它的一个部件呢很多很零散，但是这个坚固的程度的话呢，我个人是给予比较高度的一个肯定的，还蛮能够耐得住这样多次的把玩的。那我这手上这一款是这边是
比较容易去一个掀开啊，有时候这个插槽插的不够扎实哦，可能是这一款玩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了啊。然后腿的话呢，因为腿部非常的长啊，这个腿部的话呢是有一个齿轮关节，外摆内收的话呢是可以动，但是我手上这一款呢是偏紧的，这个是属于一个护膝的。膝盖的话呢，这里的话呢是一个双动关节。那膝盖这么，应该说是整个腿啊这么长的情况下呢，在变形的时候呢，这个腿部的一个部件的一个拼装重新组合啊，是这一款玩具呢在变形上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了啊。足部的话呢，这一块部件啊是一个金属合金部件，今天天气很冷啊，摸上去的话呢就非常非常的冰冷了啊。整体来说呢，以一个人形的还原度来讲的话呢，这一款绝对是超高水准的演出了啊。但是呢你们应该也知道，变形金刚的这个电影啊，真人电影呢就是一个异形感啊，真实感机械感是非常强的。那么如果说这些小零件啊什么的都要把它重现的话呢，自然身上的细碎部件就少不了了。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一款的美型度啊，不管是人形或者是载具的话呢，都有超高分数的表现。而在这两者之间的转换过程的话呢，就非常非常考验你的耐心还有这个专注的力度了啊。因为呢，部件非常的多，每一块部件转动的方向呢，如果有一个地方错误的话呢，就会导致最后的密合呢无法顺利的达到完美的状态。而这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相当多次的练习才能够做一个比较优化的表现了啊。那如果说你本身这个手残党的话呢，这个玩具的话呢，你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不过它最大的好处呢，还真的就在于它的一个材料用胶是真的耐得住你多次去体验，多次去尝试如何优化的啊。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